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校宝江湖行。最近有很多人给我私信，想看校宝蹭一次饭。哎，其实说白了啊，兄弟们，看我这个气质，我蹭饭太简单了。但是你们想看的话，今天我就破例一次，蹭个饭，在家瞅一瞅，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哎呀，但是只有这一家，你看冒着烟，我们也尝试就这家吧，就近处理啊。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，说实话心里面有点紧张。门口一个孩子，一来了个小姑娘，你好啊，你好。哎呀，不说话了吗？哇，小帅哥这么帅吗？几岁了？对。几岁了？对。几岁了？你对。你好，小姑娘。嗯，那个，你爸爸呢？在家是吧？可以让你爸爸出来吗？啊，被叔叔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好，大哥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那个，我是从安徽过来旅游的。安徽回来是吧？对，然后走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就一家在冒烟，是不是在做饭？在做饭吗？做饭。对。嗯，很好，一起吃吗？啊！哦，我别说了。这大哥，这大哥。我就说嘛，我蹭饭太简单了。好，那个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那我就进来了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小妹妹会说普通话是吧？多大了？十三。十三。嗯。哦。对对对。小妹妹长好漂亮。嗯。那里面好多腊肉嘛。过年的腊肉。过年的腊肉。嗯，对。这位是？啊，他是。是你老婆呗？对对对。哦，你好，大姐。你好。你好。好。大哥抽烟吧。吸吸的，吸吸的。这是我们安徽的。嗯，安徽的是吧？对。演员。这是土豆。土豆是。土豆吧？嗯。不，给我的。给你。谢谢谢谢。哇。哦，这家伙好烫。你们是准备吃饭没？等一下吃，还有十几分就可以吃了吧？十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嗯。哦，大哥怎么称呼？啊？怎么称呼？猪肉。不是猪肉，是怎么称呼？十一子铁。子铁。嗯，对。子铁大哥啊。嗯，对对。小姑娘叫什么名字？是阿嘎。阿嘎，嘎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石嘎，也是嘎子，石辣，辣子。你上几年级了？五年级。五年级啊？哦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嘛？是不是像爸爸？小姑娘太害羞了，太腼腆了。咱们还是和大哥好好聊聊吧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哥，你刚刚拿这个土豆不烫吗？不烫。不烫？你太厉害了吧！怎么干？大哥多大了？39。39。对。外面的这个黑的，先把它去掉。之前我在别的家就是这么吃的，手都是黑的。都是黑的，但是土豆这样烤出来味道特别香啊，特别特别香。米饭哦，下面是什么？腊肉。腊肉。嗯。哦。这里不是什么腊肉的。哇。太香。这是什么汤？汤。嗯，对对。这是什么汤？土豆汤。
不贵哈。嗯，这个你吃，你吃。我吃一个就可以。一起吃没钱？一起吃嘛，来来来，哎，一起吃。那孩子们来来吃饭。怎么整的是我家不是你们家了一样？来来来，快来。来，你这就五了。谢谢一起吃，来，甜甜，吃饭。哎呦，调皮啊！一起吃吧，大哥。我们妈妈点饭吃，过来吃。来，妈妈点饭。哦，在你妈妈那里吃过了。嗯，对。哦，这样的。嗯。大姐，嗯，吃饭。干嘛？嗯，一起吃嘛，一起吃嘛，来嘛。啊？给我的吗？嗯、太棒了吧，小伙子！叔叔不要，叔叔不要，叔叔长太胖了，你看不能吃了。你们家里总共多少人嘛？我看有一个女儿，两个儿子，还有小孩吗？五个孩子。四个孩子，一个女儿就五个。四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嗯。哦，这样的，懂了。这大的睡觉了。哎，两个在房间睡觉的是吧？嗯。为什么睡这么早？那干活就。累了吧，干活累了。嗯，对。哦，理解理解理解。他们不吃饭吗？吃饭了。吃过了是吧？吃过了。哦，在我没来之前就已经吃过了。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汤刚刚就是他们吃的呗。对对对。哦，有福气，这么多孩子。啊。这个是你刚刚背回来的吧？是。哇，你这么厉害吗？这个我试一下。哇。还挺重的嘛，是下面的，那边的，这个，哦，就是这个是吧？这个是你也是你背的是吧？嗯，哇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哇，可以啊，你这么有力气吗？小姑娘要给我洗下手，怕我手吃黑了，太懂事了啊！哎呀，来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吃个土豆也不容易啊，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太懂事了。嘴巴有没有东西？给孩子们送点东西啊，他们特别喜欢吃泡面，准备了泡面，还有孩子喜欢喝的奶，酸奶。来，孩子们，来，给你们的。谢谢叔叔。哎呀，真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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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孩子，看到开心的，好说帅，不客气，谢谢，不用谢不用谢，谢谢了，喂，不客气，大哥，不客气不客气，谢谢了谢谢了，什么吃一点吗？我刚刚不是吃过了吗？吃过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大哥，你去坐我旁边，没事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太矮了。大哥，你没有出去工作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出去了？没出去。为什么没有出去了？出去带货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公车没的，没有。公车没的、嗯。你是在工地里面打工是吗？嗯，对对。就是工地已经休息了，然后你现在就在家里休息，然后等待开工。对对对，现在是病毒是高的。哦哦，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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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怪现在最近有很多年轻人也回来了。嗯，对对。啊，钢筋工。钢筋工啊。嗯，对。那很累的。累。大哥，我看你肌肉。哦。嘿。别看大哥瘦啊，你看。嗯。看这个线条。哇。我看。哇。哈哈哈哈。大哥，一看，被岁月稍微摧残一点。岁月。对，岁月就是。时间，时间，对，因为我看你非常的朴实，非常的无华，朴实无华，懂吗？不懂。
就是朴实无华的意思，就是说人非常的本分。花儿啊，就是跟花儿一样，花儿一样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嗯，我刚来的时候你没有一点点拒绝，你不怕我是坏人吗？不怕的，我们是朋友的嘛。那我们不认识吗？你多少有点抵触啊。那还有认识就朋友的嘛。认识就是朋友了。那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大哥太优秀了，真太优秀了。点赞点赞。好喝吗？好喝。看你这样挺活泼的啊，应该帮爸爸妈妈干不少活吧？能帮忙。能帮忙？累不累？累。不累？嗯。嗯，漂亮。你们还来吗？啊？啊？还来吗？还来吗？嗯。那你问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希望我下次来就是了。你喜欢我？炸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喜欢叔叔吗？说实话。啊，你说的，你喜欢叔叔是不是？啊，是的。你这个衣服脏了，你没有衣服换的吗？你这个没有，没有。嗯，好，叔叔下一次给你带个新衣服。嗯，你笑的。谢谢叔叔。哎呀，真客气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这个土豆也吃了，我们现在就要走了。嗯，拜。就这样。嗯，那我下次不来了。大哥也出来了。八了。大哥，你长得好帅啊。没有没有，你们是好朋友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你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我要走了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哎呀，好帅。那我走了，大哥。啊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嗯，小帅哥，拜拜。拜。好，哼哼，讲话了。欢迎下次这里玩。好嘞。这家怎么说呢？挺有意思的，孩子们都特别好玩，大哥大姐也非常热情。然后唯独他是两个大儿子，就是在家里面已经休息了，因为可能今天干活了，所以我就不去打扰了，就让他们休息吧。希望下一次过来能看到他们。没想到这小姑娘还希望我下次过来，这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。我才短短的处了这么一点时间嘛，短短的两个小时，让这个小姑娘对我有一点好感了。蹭饭嘛，其实不难，别人看我不像蹭饭的。这一期也是因为老铁们私信我想看我去蹭饭，那我对于粉丝的要求当然是有求必应啊，尤其是老粉。咱们闲话不多聊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。趁天还没黑，准备下山了，大家拜拜。